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咧，至尊進就應聲彈出啊！咁啊，擺咗喺前面攞咗外欄先啦，夠穩陣噶啦。中間金威里啦，入邊咧仲見到一定贏，最入就特務飛龍啊！中檔啊，金威里再後多少咧？天地復星啊，神州小子飛霞攞翻外欄先出閘，唔快噶，白衫嗰只啊！尾四中間精益旅程，後啲嘅馬咧就氣勢如虹啦，星雲武士咧瑞奇噶。好啦，跑咗接近一半啦，一定贏走中間咧就佔先啲嘅。咁啊，外欄咧有呢只至尊進就係綠色衫啦。咁啊，再見到跟住後邊嘅馬有飛霞啦，入邊特務飛龍啦，馬林中間仲有天地復星啦，最入兩隻咧有神州小子同埋氣勢如虹噶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200多米啦，外欄至尊進就佔先，中間特務飛龍啊，咁啊再後邊有天地復星，埋邊有神州小子追緊，最入仲有氣勢如虹啊。最后100米，特务飞龙仲系占先啊！埋边汤志杰、神州小子一路追紧上嚟，再喺外边位置天地复星接近终点，特务飞龙斗紧神州小子，外边咧就系天地复星啊！结果真系呢只特务飞龙能够咧就克服到个一档，攞咗埋嚟中档咧就一路顶住入边嗰只神州小子，外边咧天地复星、特务飞龙、无师二呢轮犀利啦！夜马神州小子第二，天地复星第三，精益旅程至尊进爵影相争第四。无师二跑三场起咗个孖啦，特务飞龙啊，虽然排咗一档跑直路赛，真系好弱组啊，一样赢啊。第二神州小子，第三天地复星，第四嘅精益旅程，大热门嘅至尊进爵就跑得比较差啲啦。次热门就飞霞，自然起步都已经企咗喺度啦吓，翻到嚟好早已经散噶啦。无师二，哇，季尾啲手风真系杀得成起啊！你讲完头二热门，我想讲第三热门嗰只万集添，仲要三号五号牌79,174元，弹铁牌6,365元，位置 Q 二搭三牌310元，二搭五牌673元，三搭五牌809元，跑第四名系呢只七号嘅精益旅程。四个 win 啊！呢一只特务飞龙啊，保养好啊，真系值得一赞啊！即系今季头先我讲三只，只只都几 win 嘅。由季头 fit 到季尾，再上班就即可能会问啲啦。因为呢一组真系好弱噶啦。系啊，咁但系都丰收啦，今季收翻四嗰边。睇下无师二后面都仲有几只热门喺度。嗯，暂时系30场嘅头马啦，季内啊。咁啊，同文佳良馬房合作就11場啦。嗯，如果你唔理嘅檔位啊，嗰啲路程嗰啲啊，四班頭馬幾 win 嘅，咁啊一樣係就加埋佢啦，係掂啦。四連環派18,521元，呢個都係好矚目嘅一個組合噶啦。嗯，睇下有冇機會可以來季啊，做主帥啦。嗯，四重彩派456,008元。跟住下一场都系机会马嚟噶，呢个组合系啊，我冇谂过呢个赔率嘅，一早已经贴咗噶啦呢啲马。我应该系寻日嗰段稿，系咯，都系贴嘢就已经进账，咁但系竟然而家系30几蚊，你见到一路都好热喎，呢只都起咗个马啦，可以飞到而家。哇，咁快，无师二今日骑足11场啊！一档睇下佢点样埋得到嚟，睇下佢喺热门啦。嗱，咁啊见到气势如虹跳咗啦，飞霞跳咗，星运武士都喺后边。咁一起步已经跑少三只啦，本来都得11只马啫。前面走嘅至尊进爵啦，咁啊然之后跟紧上嚟就一定赢啦，但系好快断啊，似乎啲健康都仲未养得翻吓。咁啊，特务飞龙跟住佢过嚟啦，然之后天地复星喺隔篱啦，然之后金威里、神州小子都养下养下上翻嚟噶啦。咁啊，见翻开面只飞霞，咁啊见然之后就尾四咧，精益旅程骑紧咯，气势如虹喺中间嘅位置啦。后啲嘅星运武士同埋进爵一对比较质诶，即系瑞奇嘅比较质身啲嘅马嚟嘅。嗯，继续失望就系嗰只飞霞啦，预咗啦，都系冇嘅。临尾仲要落飞添啲马，无师二一路顶住汤志杰，汤志杰谂住都有机会又继续金翅经之后再爆多只噶啦，爆唔到，失望啲就至尊进爵啦，都冇错噶啦。福破完毕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二搭三派310元，二搭五派673元，三搭五派809元。
四连环派18,521元。四重彩派45,608元。